给我气的呀，我都出中分了，我跟你说，劳动局也把我给打发出来了。坐公交去南岗区的工商局需要坐半个小时吧，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，看我今天顺不顺利。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现在要去南岗的人力资源这个中心，看看能不能找着我第二个企业的答案啊。然后我还得去南岗工商局，这一天有点坎坷呀。我先找找这个地方在哪儿啊？我现在是在宣化街大府园附近，那边就是大润发超市，原来的大府园。现在是在宣化街，找一下那个人力资源。好久都没来这儿了。这儿这儿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在一条小街里，我以为在大街上。去看看这儿能不能找到我的档案和合同，实在不行能找个劳动备案册也好啊。档案业务前方大厅办理。那得上前边。找到了一个，这经营范围社保退休养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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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办。好了，先进去。现在就两个窗口，只有叫号才能去咨询，没有咨询的人。这么大地方就俩窗口，然后排了这么多人，天哪，后边还有好多人，后边还有一排。这个是退休业务和档案业务，这些具体的这个需要的手续和材料，档案业务所需材料，身份证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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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原来病退得有癌症、恶性肿瘤、精神分裂、双向情感障碍，需要在确诊后治疗满5年才可以申报。申报时需提供3位医师盖章的诊断证明。特殊疾病申报1年4次。精神分裂，我快了，给我气的呀！我都出中分了，我跟你说。劳动局也把我给打发出来了，说怎么可能呢，人家缴费明细就直接可以证明了，那怎么上我们这儿要档案呢？我们这儿哪有你的用工合同啊，劳动备案表也没有啊。要是这用工合同都在我们劳动局的话，那我们这楼都装不下。那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能上那个工商局去开废业证明了。我好愁啊，看来没戏啊，南岗劳动合同备案表啥也找不着，没有戏呀、啊，那我的合同在哪儿呢？他说他们劳动局根本就不收这合同。完了，人家说半天，跟我解释半天，虽然我听得迷迷糊糊，不太懂，但反正就是俩字儿没有。行，我现在上工商局，正好我朋友来接我，上工商局去看看，看先把废业证明开到手吧。那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了，好烦好烦。都给我吹出中分来了。